哇哦！这个符合我，我先来。滚！鱿鱼怎么刚才不清楚吗？这个有可能是鱿鱼，稍微等一会。这个钱，前怕狼，后怕虎，我不要，我要这个花，花不完的钱。龙虾、鲍鱼、波士顿。你看我干什么？又不是我叫你选的。我的丢卡没看一下都不行吗？出了叮当响，还花不完，活该！到了，这个有，我看你就是无中生有。我要这个钱，向前进，向前进。猪、牛、羊，这螃蟹又没用，笑什么嘛？这些顶差，再不用就是海鲜了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这个有不是有好菜吗？你们都不要？哪里？鲍鱼、螃蟹、鱿鱼。哇哦，好大两个螺蛳虾！哇哦！拔起来！你再这样，我收废你的。这个一条手一尾，留给下一位吧。这个，我不要，我要这个七香喝辣的。哪里？青菜也不错吧？选不到好的，也只能这样子的。多吃青菜，少吃肉。到我了，这个动作不友好，我要这条小鱼尾一个亿。成语又是龙虾鲍鱼，有什么好嘚瑟的？起码也是海鲜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买炸鸡。这种情况你先来，都输的，我猜不来的，还是你来吧。我要看外表，看我的这个，你看是苦瓜饼吗？这个哪里什么菜来的，见都没见过。我还是要这个芹菜吧，清清啃啃的有奔头。芹菜炒牛肉，牛肉牛肉、怎么又是苦瓜？是吧，我都说了没什么好菜。咦，到我了哦，这个反正都没什么好的，我选这个大红大紫的吧。What？ 又又又！哇，原来是炸鸡！一会儿。啊，真香！哎呀。苦瓜酿肉，苦瓜酿肉，苦瓜酿肉，汤炖鸡腿哦。剁手剁脚，你有病啊！一会儿还没出镜，我先来。这个手，哪里？先留着。这个鸡，太费脑了，我不要，我要这个山、羊肉、牛肉、猪肉。天天想吃肉，闭嘴！辣椒正吃完，这个鸡可能又是个鸡屁股，我不要，我要这个手应该是个猪手。猪脚猪脚猪脚，原来是个鸡脚。皮包骨没肉，我喜欢。鸡鸭鹅，原来是只大螃蟹。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。
乱箭山，我再来。头大没脑，还一会儿你上，我看我的。这个不能走，我来。这个空壳一个，我不要，我要这个皮皮虾。你上个毛！苦瓜吃什么香？到了，这个鲍鱼壳我不要，我要这个有头有脸的。我，不就条龙虾吗？用得着那么嘚瑟吗？妈真香！哎呀。鲍鱼也不错嘛，浪里的浪，卤猪脚。农村人吃宵夜。上班族吃宵夜。有钱人吃宵夜。妈真香，哎呀。哎呦我的妈！家乡那棵红枣树，陪着我曾住过的老屋，有过多少童年的往事，记着我曾走过的路。当初离开家的，我知道你会为我停留。时间也会随着过得很久，说什么好，念什么早，心如此清甜，无从知晓。我怕来不及，我怕抱不起。